我们看讲义第七和第七，大集经护法品云：大王破戒比丘亦复如是，虽在众中受取信施，不得安乐，何以故？破境界故，不如法故。大集经这边是在告诫呢，出家众啊，要守戒，因为他受人家力养恭敬，结果呢，一定不得安乐。为什么？不如法，破境界，破境界，你到最后就会有恶报了。为大王，如是人者呢，一切十方无量诸佛所不护念，虽名比丘不在身数，何以故？入魔界故。你看那个魔王啊，天上的魔公天魔啊，都是修行人了。他为什么可以到天上？他为什么那么大的神通？他修行过啊，但他破戒，或他的自见错了，他变成魔王。所以我们的知见或是我们的破戒，可是你因为你还是有修一些福报啊跟智慧啊，都会变成魔王了。所以他不是比丘了啊，他不再申宿了。你再申宿就是他算比丘的申宿才可以受人家供养。你现在受人家的供养破戒的人呢，通通是负债啊，就是受的越多，以后要还债的越多了啊！入魔戒故，持境界者即佛弟子，毁境界者即魔弟子，就是魔王的弟子啊。魔王呢就怕你们持戒，怕大家呢都要解脱了，他就没有他的信众了。越多人呢犯戒，越多人不要来学戒，不要来啊这个学佛法啊，那魔王的信众魔王就越多了啊！你附佛外道啦，搞神通的，搞感应的啦，搞这些呢，这个邪见的人呢，那他就很多的弟子了。所以大王，若未来是有信诸王，就国王，大家呢，在国王啊，或是刹利，这是在印度四种姓啊，刹帝利，或是婆罗门。啊，这是比较好的种姓，或是毗舍、首陀罗，是比较差的种姓了。不管你什么样的种族种姓的人，如果能够护法师照立塔像，供养众生种种所需，你能够修福报，能够护法，或是你能够造佛像、造塔，供养大众师，对佛法僧非常护持，并且能够治恶比丘，为护法故能够舍生命，治恶比丘，就是这个边讲的是在家人哦，在家的信众哦，国王或是这些大臣啊，或是哪些这个些其他的种族的人，不只是出家人哦，出家人要护持正法是他的责任，在家人也是一样啊，能够治恶比丘，在家人也是可以啊。你用呢啊法令，或是用你的权力呢来帮助他恢复正法，这样呢为护法故，而且甚至能够舍我们的生命，这些都很大的功德。所以临护如法的比丘，一个人不护无量诸恶比丘。有些人就想，你看我们僧团那么大了，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人那么多了，我们事业那么大了，有什么问题吗？这跟大不大没有什么关系。你的方向你是不是对才有关系啊。那些魔王啊，那些呢护佛外道的信众都很多的，都很大的啊，哪个不大 啊像我们这个都是很小的，这是没有人要的。
我们是很小的，我们是小主修主啦，啊，我们只有一个人。到底谁主法，谁不主法？大家要能够明辨是非才对，而不是说啊，我身台很大，我事业，我慈善事业做那么大了，我们做了几十年了，十一二十年了，会有什么问题呢？怎么会没有问题？都是你们里面的人出来才爆发那么多问题，怎么会没有问题？啊，所以临护如法的一个人，你不要护持那么多无量的诸恶比丘，自王舍身身，这个王呢，就是这是在家人，在家的国王大臣，因为他有权力，他能够护持正法啦，啊，护持如法的，纵然他呢啊往生了，一样。身净佛土，而且以后常子三宝，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在家人护持正法一样呢，啊，因这个福报功德呢，可以得生净土，而且呢能够成就佛道。所以大吉经讲说，大王，若有人能护持法者，就能够护持正法，当知世人即是十方诸佛世尊大谈曰，护持大法就大师祖啊，这个是针对在家中，我们在僧团里面会常常我们当执事啊，我们当然会告诫这些比丘啊，告诫这些比丘尼啊，你在家的时候都想要护持三宝，结果我们一出家了，比丘尼呢又懒惰懈怠，该为护持正法，该好好学习，该讲话，该为自己的戒定慧来努力的，你反而懈怠，不护持正法了。出家人也是这样。那这边不讲出家人，因为他针对在家众，在家众呢，你是有能力可以帮忙的时候呢，你是能够出面，这样是很好的，是对的，啊。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说，哎，这样是不是说是重过啊，是不是在呢啊，这个是对三宝不利啊，等一下我会解释。所以为什么要先看到真正的经论戒律的解释，否则你们常常被蒙骗了。因为你真的碰到是恶劣的犯戒的，是不对的行为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讲呢？我们很多都是默然啊，你看以前呢，犹太人呢被德国希特勒呢赶尽杀绝的时候，不是很深的一个警惕吗？他们抓的不是我，不是我的人，不是我的公司，到最后呢都不讲话，不讲话到最后就是抓你的。我们都是默然了，我们对于呢是非因果犯戒不犯戒啊善恶呢，我们不能够分明的彰显出来，大家都默然都不讲话啊，好像一讲话的人就要被人家呢攻击一样，问题是讲的对不对啊？大家都默然的时候，你反而是自己到最后就受害了。佛法也是这样，所以你反而能够护持正法，受害为什么？你现在通通邪法邪思都是呢讲错的，这就是佛教，到最后佛教就被灭掉了。你们这些都是在干什么？没有人讲话，这不对的事情啊，不对的师啊，不对的上师，不对的领导方式，不对的说法，不对的戒律啊，为什么不讲话？在家人也不敢讲话，出家人也不敢讲话，今天就是这种现象啊，好像讲话就是在呢毁谤人家，我们什么时候在毁谤人家？都是事实啊，而且都跟你举经律论来看啊。再看第八，这份立三补行思抄，这是道宣律师做的。他就讲啊，故律云，十分力讲，如来出世为义故，至喝者结魔乃至恶心不舍举罪。
这是在讲呢，这个出家人要怎么样处罚呢？有七种结抹：二者丙出一子，这不自白一家，乃至要不见罪、不忏罪、二见不舍，就是有七种方式要处罚出家人。这些呢，破戒、破威仪、破正命，不对的地方，出家人的僧团有责任举罪，就是举出来检讨、反省。让他改过，目的要干嘛？我们要讲出来，目的要干嘛？所谓摄取一生，令生欢喜，乃至正法久住，就是自戒十利，都有十种利益。我们在学戒啊，每一条戒都有十种利益啊，摄取一生啊，令生欢喜，令生安乐啊，难调则调啊，惭愧则安啊，未信则得信，已信则令增长。断现在有漏，断未来有漏，令正法久住，一共有十条。每一条戒我们好好受持，都有这个力量。所以涅槃经里面呢，圣论七结抹，就刚刚来讲的，出家人他的身团呢，对不如法不如律的行为，应该要好好去反省检讨，让他改过，举出他的罪。后广明护法之相，涅槃经里面有讲啊，所以那边经为什么要好好提倡戒律？它是最终最后佛告诫比丘，乃至告诫在家人，要好好护持戒律。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成佛啦，啊，你有经论、大经大论啦，啊，戒律都是小小戒啊，啊，这些小戒啊不用害怕啊。涅槃经就呵斥了，啊，那些下地狱都是假的啦，那是方便说啊，涅槃经就呵斥。所以后面就讲说护法之相，讲说有持戒的比丘呢，见坏法者趋浅呵责，依法惩治。就是我们对于不对的事情你要讲话，我刚才讲你要出声音，你要呵责他，依法惩治。那第三章，当知是人呢得福无量，他目的不是要得福报，而是我们你不讲话，到最后戒律就被歪曲了，这个正见就蒙蔽了，大家就一盲引群盲，相率入火汤了，不晓得什么是真正的佛教了。哎，佛教怎么会这样子？大家不学佛了，这个佛法的这个比丘呢，到最后呢，修行到最后呢，退道还俗了。在家中呢，你看呢也是一样啊，啊，到最后啊，我的师长怎么会这样子？这佛教呢？啊，我供养那么多，我护持那么多几十年的青春，到最后怎么到最后是这个僧团是这样子，丧失对佛教的信心。现在不是就这样子吗？因为都不敢讲话，都不愿意讲话，都不愿意接这个参巴，这是错误的啊！为什么不讲？所以下面讲啊。另以无上正法副主诸王大臣宰相给予示众，涅槃经里面呢，包括哈、哦、在家众，前面讲出家众，他可以护持正法，他可以举罪，啊、哦，来反省改过，在家人也可以，因为很多人后面会讲啊，很多人就会举这个十轮经、地藏十轮经呢。对破戒啊、犯戒的比丘啊、僧团啊，你在家人没有资格，你却要去跟他举罪啊。在家人不要随便讲比丘的过失啊。可是到涅槃经里面呢，就跟你实际上讲，你国王大臣真的发现这个真的是罪恶、犯戒、妨害三宝、破坏佛教的行为，这些破戒犯戒的比丘乃至僧团，你应该要劝立诸学人等另学正法，你有责任，你有资格讲话劝这些呢比丘这些人要好好学正法。如果懈怠破戒毁犯正法者，在家居士大臣四部应当苦治，你也有力量，你也有权力，你有责任，苦治就是去处罚他们。你也可以做，因为你要维护三宝在世间上能够留步啊，留步正法，不是你不可以了。
所以大集经讲啊，若未来世有信诸往四信等为护法故能舍生命，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一段，临护一诸往比丘不护无量诸二比丘，自往舍身净土中，若随二比丘余者，自往过无量劫不复人生。他讲反话，讲反过来的话，如果你随这个二比丘，就是随这个恶劣的邪见的僧团也好，比丘也好，你随顺他啊，我好好供养，因为这个很有名声，这个僧团很大啊，啊这个啊做多大的慈善事业啊，啊很有名啊，互相利用嘛。这网呢，我们这个也是利用宗教，我们也是一样官商勾结。我们现在呢，老实讲就这样，互相利用嘛，因为他有很多信徒嘛。那这国王啊，或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选举啊，政治也是这样，互相利用嘛。不管他是对不对的，他纵然不对了，他也不敢多说了，因为他信徒很多啊，选票很多啊。你这样随顺这些恶劣的邪见的比丘呢？过无量劫不复人生，这个国王也是有罪报的。这是道宣律师呢写的哈、哦。那这边谈到地藏十轮经了，问前面地藏十轮经有讲不许熟字，刚才讲的、啊、地藏十轮经呢，对这些破戒犯斋或是这些僧团有过失的在家人都不要随便举罪，不要随便的批评。可是涅槃经跟大集经为什么可以呢？令制恶人呢、啊？因为这两个讲的不一样啦、啊，你们大部分都听到的是地藏十轮经，现在你要凯定道理，那这部经跟那部经讲的不一样怎么办呢？看道宣律师怎么解释他回答。为什么地藏十轮经呢不许智者？你不要随便批评出家人，出家人有过失了，这个僧团有过失了，你也不要公开讲啊，不然你就说失众过戒啊，你就犯戒啦、啊。因为是比丘内恶外有善相，自闻广博深信处多，故不令制。因为这个比丘他是来内恶，就是他的私底下的犯戒的事情呢，可是他外面都还是显露很善相，而且呢他呢让人家呢长养这个善性的多，所以呢地藏十轮经在那时候末法或是没有在其他好的比丘去传播佛法了，所以呢你不要再破坏这个比丘的名声啊，否则佛法就没办法广传了。所以他是以法为重呢，才叫你说你不要随便去批评他，虽然你知道这个比丘是有问题的。但是反过来呢，如果这个人呢必于暗自惭是非不晓，开于倒数三恶门者，理何自知？如果这个比丘或这个僧团呢余暗自惭，他就是他烦恼或是余暗，你根本就是讲不对的事情嘛。余暗就是你根本是愚痴暗钝，你把对的讲成不对的，把正确的讲成错误的，是非不晓。你看呢，你对离开的比丘啊赶尽杀绝，逼迫他们禁止呢学员接触这些比丘，同仇敌忾，不智都这样子啊，排除异己啊，他手段非常强烈啊。哎，奇怪，他是以前你们的比丘，为什么离开了就好像仇人一样啊？连在家居士对离开的不智僧团的比丘也像仇人一样啊，这什么世界啊？无情无义了，奇怪，他只是因为离开胡子了，结果好像呢连看都不看了，这是什么世界啊？开于倒数三恶门者，把出家众或是在家众一样啊，你开启他这个人呢，这个比丘或是这个僧团呢，你呢让人家呢一直呢堕入呢。邪知邪见或犯戒或是这些之间都不对了，到最后就入这个三恶道去了。你明明知道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你看为什么晚赞啦，一些斋经团体啦，或是这些呢文法师为什么要讲出来，这是最难治的。
因为很多人他会说这个干我什么事情啊，这不大相信啊。事实上啊，这是要公开去批评，要来讨论的。你为什么不敢讨论呢？他们来找我，我说那为什么不敢公开讨论呢？对错我们有错了我们就改正了，为什么不敢呢？为什么不敢面对我们质疑呢？当事人质疑为什么不敢呢？有错了我们改正了，不管你哪一个方面，我们不是凡夫，身团也不是完美的，这是可以了解的，这没有关系的。可是为什么不敢面对他呢？你就是那是非不小，就是乱来啊，都是用网络呢，在那边打比战，这边诽谤呢，谩骂。你这个能够解决纷争吗？我们不需要，我们不希望佛教哪一个团体呢发生这种现象。真是说实在话的，都希望把它呢解决的。从一开始都是这个想法，到现在也是这样。为什么要一直有这个争论出来呢？赶快把它灭掉，不要让人家想连佛教怎么样，您佛子怎么样，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了。就是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呢？所以一定要公开呢来跟你呢辩论了。所以后面他讲啊如后二经你就要按照呢大集经跟涅盘经的处理。我刚才讲说在家人也可以批评，也可以公开来举罪，就是依照这里的。道宣律师呢把这两个分线，就是这个部经它对积的重，对那个根基的不一样。他这个人不是很明显的引导大家呢去做错事情啦，依止邪思的时候或是呢歪曲戒律的时候，这时候呢你私底下就不要随便批评他了。可是如果有真的是那么公开的恶劣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而且啊，又涅槃呢是穷累教本绝了正义，涅槃经呢是最后究竟的最正确最了义的。穷累教比就是讲经说法49年呢，有些经呢有些对机不同的时候，到最后凯正以涅槃经为主。涅槃经讲胡律坛场，一些众生都有佛性，要好好学戒入呢无上呢正等正觉。所以绝了正义，按照戒律以戒为师，不对了就可以跟，不管他是师长还是上师还是谁，不对了你就可以跟他讨论，讨论的结果他还是这样子做，你就可以离开，可以举罪。这不对的事情啊，这犯戒的事情啊。所以他讲啊，重前不许啊，重前就是指这个十轮经不允许，依后为定。后来涅槃经大集经它是可以的，那你还是以涅槃经为准。就是你看到这种现象已经很恶劣了财务也好啦，或是这些呢学习的方向也好啦，有问题有机险的，为什么不改正呢？男女共住也好啊，为什么不改正呢？依后为定，你就可以举罪了。这边讲两存一德，废前又是两存，就是十论经讲的它针对的基根基，那也可以存在那涅槃经大集经讲的有时候也可以用，可是废前又是你若不用十论经，你就只用涅槃经也是可以，这样了解吧就是因为你的发心你知道看到不对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举罪。为什么这样子？你说这个会不会说是重过？不会，因为我们说是重过是要侮辱心，要让他没有名誉。你讲的不是事实，你是诽谤这个我们不是，你故意要这样子来说人家的过失，我们不是。我们私底下已经跟你告诫了劝谏了还是不听，私底下我们前面跟你讲过，私底下都先调解他们的问题了，不听。
变本加厉的，你都在讲谎话嘛，哪有清和尚说叫你们不要来的，你都在讲谎话、啊。其实那时候我都很生气啊，奇怪，怎么有这种僧团？明明已经跟你讲啊，当场这样子还特别来歪曲这个事实，很恶劣的啊。所以这里呢，就说我们自己设了圈套，你来找我的，我设什么圈套？我哪有力量，哪有什么资格设什么圈套？小和尚有什么圈套可以设？所以这边讲呢，为什么呢？一定要举出来，根本就是呢，别人都是要求，别人都是呢要听从你，别人都是不对的，都是流言，只有你是对的，啊。所有问题都是来自别人，别人啊，你们有什么呢？错误的啊，你们意思都，你们所看到都是假的，都是错误的。什么别人都是错误的？现在就是跟你讲戒律而已啊，我就跟你讲戒律而已啊，啊，什么都是子虚乌有，都是事实啊，怎么会子虚乌有？再看下面第九，最后。所以道宣律师呢，在声闻大纲在讲啊，说萨婆多云，说萨婆多论，若使犯众，大众有知，不须自言及现前。你如果真的知道他犯众了，大家都知道了，本来要举罪哈，一定要找当事人自言及现前，就当事人要现前，当事人要承认他有做过这种事情，我们才可以判罪。在戒律里面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人家怀疑你了，那要找当事人来对质，要应以自言自啊，应以现前比拟，当以现前比拟，就是在戒律里面呢是规定的。因为目犍连尊者啊，在诵戒的时候看到一个比丘他犯戒了，世尊他不诵戒啊，因为有人犯戒了，目犍连用神通看到这个比丘犯戒了，就把他拖出去了，然后报告世尊说现在可以诵戒了。世尊说不可以，你看到他真的犯戒了，要让他对质承认他犯戒了才可以处罚他。所以一般的规矩是这样，可是现在也有例外，就是大家都知道了，而且这个人也不愿意面对你来对质，也不愿意来承认，也不愿意来跟你开会，叫他来他也不来。这时候呢，不需要用亲，不需要用呢啊这个自言自跟现前比拟了啊。这时候就直接呢灭柄驱逐，就直接判他重罪了，就直接把他来灭柄掉了。所以也有例外啊。所以若准律文啊，必须自言，如目犍连呢被喝中说，就刚才讲的，世尊喝者了目犍连，这个人虽然犯戒了，你不要用神通把他赶走啊，你要叫他自己承认他是做过那个事情的。所以七灭真法当中，我刚才讲的七灭真法啊，应以自言自，当以自言自，应以现前比拟，当以现前比拟，就是灭真，就是要怎么样灭除这个争论，就是有人出问题了，僧团有意见的啊，或是被人家讥嫌的，那这样要怎么样把这个争论灭掉呢？啊，或是有犯众嫌疑的争论呢？你依照戒律，应该要当事人出面要吐实，要集合双方的大众。人家举罪了吗？翻译法师、净明法师举罪了，一举罪，你看，马上把人家来啊赶出僧团啊，你们不是我们胡志的人了，怎么可以这样？他是第一代、第二代住持，他是有资格举罪的，有资格讲话。一讲话啊，你对上司不恭敬，马上把你来赶出僧团，怎么可以这样？他是有资格讲话的呢，这是不合乎戒律的。上司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他讲的是戒律啊，他是针对你的话、你的行为是可以质疑的啊。等一下我们会再讲，所以。这个都是违背戒律的，人家一质疑你说啊，破坏上师的名誉，破坏我们无智的名誉，
反而不会。我们如果真的去把这个事情呢反省检讨改正了，反而会有名誉。你看那个天主教啊，天主教呢发生神父啊性侵啊这些宗教人士犯罪的事情，人家勇于面对，好承认错误乃至赔偿，赔很多，赔偿承认错误，就伸团这个教廷啊，他呢承认错误，自罚那个神职人员，会受什么损伤吗？反而我会赞叹说这个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戒律就是这个意思啊，戒律不是大家都不会犯错啊，犯错我们去反省改正，这反而是对的，这反而是有名誉的人会没有说永远不会犯错的。所以这边讲了，如果按照萨婆多论来看呢，凶恶不可治者，这是指比丘，那大众同之实犯就直接驱出了啊，因为你不可能找他来了，这些都有发生过的。有些比丘呢，他有刀有枪啊，他怎么有办法来跟你呢开会做结盟，承认他做了什么事情？你会找他吗？不用找他，就直接说这个人是灭柄掉了，这个人不是比丘了，叫他离开了。这些我们都发生过啊。所以在出家人的立场是这样。那你在家人呢？现在反过来，金女是被批评的在家人，你是男女共住，你是有犯众嫌疑的，你狡猾诡辩，很难惩罚他，因为你有所谓的上司、所谓的师长啊，你所谓的无字领导人啊，你是接班人啊，都假托是日常老法师呢交接的哦。我是接班人啊，你们不能够有意见呢、啊。日常老板是交代的，不可以有意见呢、啊。他在生的时候就指定了，不可以有意见呢、啊。这个另当别论，因为你现在的行为就是错的。这个问题，另外的问题了。日常老板是指定你这个女接班人呢。事实上是错误的，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僧不可能依止这个女居士的，唐师傅这边就是错误的，不敢承认而已，你以为上师都是对的，这边根本就是错误的。所以呢，我按照戒律来看啊，我不管是你是讲怎么样啊，按照戒律是错误的，所以你既然是在家人，你现在说你要领导比丘僧团，那就要等同僧法、比丘僧法来办理了。所以比丘对不合格、不如律的人啊，你金女士，你是合格的上师吗？密教的上师吗？你没有啊，你是合格的有受过戒的人吗？有学过经论的人们呢、啊？没有啊。你现在呢的行为呢，有没有犯戒？有啊。有没有跟比丘共住？有啊。他们讲啊，这些都莫须有的，这是无中生有的，何必我们举出什么证据呢？就是无啊，无不必有什么证据啊，怎么会无？有啊，怎么会无？你现在就是共住啊，事实啊，就可以判你罪了。你说啊，我们拿出证据来。不用拿，你现在就看他就是跟共住，就是证据，晚上就共住了，就可以判重了，所以直接可以灭柄了。所以我们讲见坏法者趋浅喝者啊，以涅盘经跟大基经为准来依法惩治。所以呢，应该要拨乱反正来灭除这个争论。我今天讲的主要意思是不希望啊这些混乱
不足法不足力的事情呢，或是大家呢，你说传来传去，对，都是对我们佛教破坏的，啊，都希望能够解决，无知能够解决是最好的，能够身处不再受他的控制，才是真正出佛的大护法大坦愿。你呢？因为呢，所以这些呢弊病啊，其实我们这个弊病呢，根本原因呢，一进入胡次都在教你依止上师，视师如火，视师如火变成是毒药。达赖喇嘛讲的没有错，今天的问题就是视师如火，依止法是错误的。一开始你学广论，一开始讲的视师如火，我跟你讲是错误的。要以戒为师，依法不依人才是对的。这个师长如果不以戒为师，这个师长如果不依法，你不要依止他，你不要呢，你要观察他，你要检验他，你不可以呢说我就要视师如佛。视师如佛只有到最后你专修密法，你说显教，显教我们看到你专修波娑三昧法，你专修什么法的时候，这时候你是依法，你不要再怀疑你的师长，因为这个师长修过波娑三昧，这个师长修过无上密续，他懂，所以你要依照他讲的，好像佛一样来恭敬供养他，就是是要学法，不是学那个人，他视师如佛也是学法。那个上师是佛吗？视师如佛就是不是佛啊。那为什么要如佛？就是不是佛啊。那为什么要如佛？就是这时候你修这个法的时候呢，你应该好好依教奉行，因为这个师长是真正的实修实证的人，你不要再用一般的妄想来来衡量。所以你遇到的境界，你遇到的修行的障碍，这个师长都会知道，都会指导你，所以你要听他的话，因为你遇到的境界是魔啊，是佛啊，是什么境界，这个师长都会指导你。你若相信那个境界那是魔啊，那你就没办法，你就失去正念了。所以你到最后为什么一定要有师长？因为你在专修法的时候非常重要啊，专修法的时候，所以你看呢，念佛的波娑三昧啊，或是参禅的啊，乃至密宗的，密宗修法的，为什么会讲到视师如佛？为什么会讲到你要依止你的师长？禅宗也是这样啊。哦，你知道密教里面只有无上密续才讲到这个，可是那目的都是要学法，还是依法，不是学人，不是这个上师不能批评，不能够检查，看他有没有犯戒，不是这样。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重点就是因为你原来的观念错误了。所以假借依止师长的道理啊，神化你的上师，依教奉行，你看就按照你的忠诚度啊，无知那个马可就是这样，按照你的忠诚度啊，他有几个圈啊，一圈两圈三圈呢啊，七重呢来保护他，严密的组织，你实际的动机都是要忠诚对你的上司，来决定你这个可不可以亲近，可不可以修法，这不是呢错误的之见吗？怎么你亲近师长变成这样啊？啊，你说，所以这个我们讲啊，哦，这个所谓相似法，第一个，你就是把无上密续的依止上师的法呢，改变成你一开始学佛就是要视师如佛，这是错误的。现在只要你一学佛啊，或是你还没有修什么法，人家就告诉你你要视师如佛，师父讲的话你都不可以批评，你都不可以反对，你都不可以讨论，你就打一个问号，这是错误的。师父所讲的你是可以观察他合不合乎经律论的话的，
你是可以跟他讨论的。啊，所以第一个相似法就是你那个法是错误的。一指上师，一是师之佛，不是这样解释的。一定是以涅盘经讲，一定是以戒为师，依法不依人的，是依法。你不要再相信呢，一天到晚人家或是人家在讲解广论的，在讲你跟要一定要是师之佛。密教有些上师仁波切，如果真正的他也不会一直在强调这个，如果他一直在强调这个，你就不要去相信他。坦白跟你讲，他就是要你恭敬供养嘛，不可以怀疑他啊、哦！我这个上师是唯一无二的，是非常伟大的，通通是错误的。你为什么不敢让人检查你的戒恨呢、啊？讨论呢、啊？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这第一个，第二个，慈善公益，把慈善公益当作呢，我们非常伟大的功德。我们胡志多么伟大，我们慈善公益啊！把世间法当作是佛教，这钱财的收刮啊，事实上都是凡俗的俗人的动机呢。你用商业性的经营佛法的事业来迷惑众生，慈善事业，你用这个来迷惑众生，商业的一些行为。啊，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前面讲你的上师，你根本呢，你这个师长所讲的道理，你根本不具备无上命序的资格。你怎么可以要求人家用无上命序来恭敬供养你？你又没有专修法，我刚才讲前面讲的，你怎么可以说我是十全十美的？哪一个师长说他是十全十美的，你就离开，你就不要亲近他？哪个师长除了佛以外，连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每一位善知识都想啊，我只懂这个法，你要再继续修，再去找其他善知识。每一个善知识都是这样，都很谦虚的，从来没有一个善知识说啊，我是十全十美的，你们都不可以批评我，不可以怀疑我。在胡志里面呢，只要有怀疑啊，有批评啊，有人跟这个上课讲的资料不一样啊，你就被贴标签了，你就准备要走路了，就这么可怕。你就反对批评的话，那你就死得很惨。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你又用慈善公益呢来蒙骗人家，我讲得非常不客气啊，这是世间法啊。这些财务的纠葛呢，不是又被人家讥嫌吗？佛法的事业可以变成这样子吗？出家人可以一天到晚在搞这些呢商业的行为吗？你说那些都是在家人，在家人都听你的，你都听静女士的，在控制你整个僧团的运作，这些都错误的。第三，所谓的这个五大论辩经啊，我刚才讲的啊，推广所谓五道论辩经啊，大家也会学，你真的适合你吗？适合你的根气吗？不客气的讲啊，适合你的根气吗？你真的会变吗？连一个戒律，正确的戒律行为，你都分不出邪正了，你变什么经啊？所谓辩论是要得到正确的知见，正确的知见，你有时候了解它的结果就懂了。辩论呢，那个方式呢，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的。因为他们呢，所有的人，在家人啊、出家人都一窝蜂的觉得，我只要能够五部论来辩论，那就是最高的，是吗？相似法，那是对以适应的根基。西藏也没有全部都是这样的。你说好比较大的格西，或是比较会辩经，他们常常会用这个，可是适合所有的人吗？所有的根基的人吗？没有。有些人不是格西，他也是很有修行的、啊。适合所有的北传吗？南传吗？没有。玄奘大师、慧寂大师，你看他们的资料就知道了。
陈大大是最会辩论的吧？全世界第一名。为什么没有把这一套传到我们中土？结果现在胡子说我们要把这一套来复兴在中土，是吗？你胜过玄奘大师吗？就是对机不同啊。辩经是很好的，学五部论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这个相似法就是把这个当作是最高最究竟唯一的，这是错误的。我们不是说你反对或是你不好，不是，而是你这个讲法就是错误的，把所有的出家人所有的在家居士都带领啊，这个是非常伟大的功德，错了。这哪有什么伟大的功德，不同的根器的人，不同的众生，他的学习法门不一样啊，你怎么是最伟大最究竟的？第四，转世神谕。这个金女士她是转世，她是中哥巴啊，这些克子杰、脚叉不杰啊啊，第二大弟子转世来神谕，用这些什么空上师啊啊这些这些呢，好像鸡童一般来唬弄出家人，这真实的哦。我们有时候听到都会很奇怪，什么空上师，他就是会他的身体啊，就好像我们看过当机吧，就是这个她是女人吗？金女士，她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声音了，好像比较低沉一点啊，好像有附身一样，她就说她空上师。用神谕来指挥来呼弄这些出家众，就是他们内部讲出来的相似法，这是复佛外道用感应用神通，日常老法师也被他蒙蔽了，也都是这样，就是被这些神通感应来蒙蔽了，这些是假的，你怎么知道他是什么空上师，什么脚叉姐再来啊，还号称八地菩萨，八地菩萨不要什么菩萨，晚上还怕鬼嘞，啊，晚上还怕魔嘞，啊，怎么有这种呢逻辑啊？第五，共住双修，男女可以共住。这整个胡子的知见就变成男女是可以共住的，因为我们日常老法师允许的，他指定的啊，白衣可以顶礼，可以领导僧团，我们日常老法师允许的，相似法邪见，所以很大的功德，很大的成功，通通是建立在相似法啊，让呢更多的事业啦、扩大啦，所谓的啊提升营啊，更多的出家人、在家人呢学习呢，看起来好像呢，很有成就、很有威望啊。我讲的比较不客气啊，是有语病没有错，我不是所有的出家人，而是就是有些人就是被这个蒙蔽了。你就被控制了，你就帮助来建立这个金氏王国了。你知道有问题，你也不得不停啊，恐怖平衡啊，就被他严密控制了。我们说有两个定律啊，一个叫做羊群效应，一个叫破窗效应。科学家有讲过，羊群效应做过实验啊，这个毛毛虫呢，围着这个盆栽啊，用一个食物，这个毛毛虫啊就跟着这个一个接一个这个跑啊，没有食物了以后，它还是绕着这个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毛毛虫啊，羊群效应，就后面呢跟着一大堆，那前面就一直跑啊，一直转圆圈啊，七天七夜，所有的毛毛虫都死掉了，都饿死了，竟然没有一只呢。没有食物了，为什么不离开？没有食物了，刚才有食物，现在没有食物了，为什么不离开？没有一只毛毛虫要离开，这叫羊群效应。明明呢，你看到这个目标，这个已经不对了，有问题了，
后面跟着一大票的人呢，他不愿意离开。第二个破窗效应，破窗就是一大堆垃圾，这个破了，大家都往这边丢了。哦，我们佛法里面呢是怎么样？一定不对的事情呢，一大堆往这边去敷衍，敷衍呢，这个呢美化它，这已经是不对了，是垃圾，是不对的事情啊，就去敷衍美化它，讲一些谎话。越讲越大，美化他啊，上司有什么多大功德，一直美化他。人家在跟你讲，你破的是那个，已经是破了，他就一直跟你呢啊修补修补，然后美化，不破了，他就一直跟你修补，用其他的地方来跟你修补。我们讲中，他跟你讲西。你在讲他犯戒，他就讲哦，他有什么的功德啦、啊，慈善事业，这跟有什么关系？就那用那个来糊啊，这个窗户用一个另外一张纸来贴上去。问题是窗户是破了、啊，知道这个观念吗？就是像这样子。所以啊，我们很希望啊啊，这个出家人不要当哑阳生啊。出家人呢，你这些呢啊，我们说呢，领导人。佛都结下安居多要，我有什么过失，请大家举罪。佛每年结下安居，应以自治啊。我有什么过失，要大家举出来。什么不可以举罪？结下安居更可以举罪。佛都领导人住持，哪位执事，哪个出家众，都一样的。都很谦虚，我有什么过失，大家指出来，反省改进。我们也是很希望，哪个僧团或是哪个出家众、在家众一样，我们有过失了，我们把它反省改进，不要一直呢，啊，被这些呢名利，或是被这些呢犯戒，或是这些呢所谓的流言，你根本不愿意面对它，让这个佛教呢蒙羞啊，啊，所以这个事呢。啊，我们公开了这样回应了。这个时间呢到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以后有机会再谈。上下文场，未来日不相。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